想就是讲一讲这个首先是为什么我父母呢到中国来，然后在中国留下来，然后他在他们那学了什么东西，然后在借题发挥呢，就讲一讲一些我对这个社会的看法。首先就是讲一下历史吧，就是我父亲是过去是一个比较说在美国说一个穷人家庭，跟中国的穷人家庭概念不一样他是务农的因为我爷爷过去是个煤矿工人不愿意再给老板做工打工，后来呢就找了一块地看了广告说有什么有块地，他们就把全家从那个美国中部搬到纽约州去了结果那个是骗人的，那个地里边全是水蜡，我也种不了钱也全骗走了但是反正就是找佃农我父亲呢他一共有好多一家，他是七个姐姐一个哥哥他是老九所以在一直是务农养牛在美国上养牛的，所以呢他不是一个富裕家庭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1929年那时候他们还小，但是那时候还是能有吃有穿的就是零花钱没有反正养牛吧你总是有奶喝是吧当然那时候没有人放三聚氰胺好像我母亲呢是正好相反，我母亲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生的是我妈妈的父亲就是外公吧，他是一个律师好像，但他去世早我姥姥呢是一个教育家他呢自己估计从开始是教这个小学或者教中学，然后自己就开学校去了，在经济萧条的时候他那个地很便宜，他挣的钱他就开了一个高中他自己是非常有思想的所以呢我母亲的那个环境都是一直是属于知识分子的所以这两个一个农民一个知识分子怎么会碰在一块儿呢也是一个谜这个主要还是什么，因为这个我父亲上大学的时候先是到美国中部的伊利诺伊那边想学医，结果发现看来是一个还是想务农，就转到了矿料。转到矿料以后呢我舅舅就是我妈妈的哥哥韩丁，他呢也从那个离开了那个哈佛大学也跑到矿料，他们俩变成一个 roommate 就是一个都在宿舍里边一块同居的这同学一块同居，然后呢从这儿就认识了我爸爸就认识了那个韩丁他们一家但是呢我父亲还是喜欢农业，但是那个韩丁呢我舅舅呢他是一个冒险家吧，他19岁高中毕业的时候身上带了几块钱就是旅游世界去了，他跑到这个搭上一个那个什么那个远洋船就跑到日本去了一边船上跟人当打杂的，一边就跑到日本了，然后在日本就当那个什么外国那个英语的报纸的记者什么当了几个月赚点钱，然后呢从到中国来了，中国东北那时候日本正占领着东北呢，从东北那个坐火车一直到莫斯科到欧洲我从来又回去花一年转一圈然后才上大学去的所以他对中国有印象，然后紧跟着在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我舅舅是一个刚开始是一个叫什么就是非暴力主义者但是呢当时呢很多左派的影响很厉害，就是认为这个法西斯战争你不能是个非暴力主义，你对待法西斯不能用宗教的方式，要以牙对牙，就一定要反对他们所以呢就是他呢以后
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吧，他就成为一个非暴力主义者，变成一个反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共产党人那时候美国共产党影响也还挺大的四五年的时候四五年以前四五年的时候他二次大战刚完，他舅舅呢就到了中国那时候他是到重庆还见了毛泽东，就正和毛泽东正和蒋介石谈判，国内谈判的国共谈判的时候所以 也看了这个《西京漫记》那个斯诺西那本书，所以通过这本书啊，斯诺这本书影响了舅舅，影响了爸爸所以呢我爸爸呢在抗日战争以后，在那个二次大战以后呢就觉得是养牛呢看不了世界，看世界不能养牛，他最后就把牛给卖掉了到联合国就业中署申请到中国来要当一个畜牧专家。联合国就业中署呢派了好多专家，但是中国没有牛他们这帮人没事干他们就去考察，一批一批的考察，考察什么呢？考察中国那时候是那个尤其是湖南，当时是饥荒非常严重我爸爸去湖南那时候看去，那时候是国民党统治天下非常腐败联合国或者是外援给好多粮食，那些粮食都被在贪官污吏里边自己拿回去，然后呢就卖在黑市上我父亲那时候看到的是亲眼见到，就是每天呢联合国就业中署他那个开着卡车在长沙市里边每天200来个尸体这是国民党的时期我妈妈的那时候是一心研究她的那个核物理，她是对科学感兴趣，她对政治那时候不感兴趣她是从小就是非常她不喜欢红装爱武装他呢就是一直是搞科研的学物理的他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在那个他刚上大学的时候呢，那大学里边所有那个物理生科学东西全让他上完了，然后人家把他送到这个Cornell去他对核物理非常感兴趣等到在那个正在42年、43年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好多学这个物理的科学家呢一个一个都离开了这个学校就失踪了后来呢他呢也接到一封信说让他希望一块去参加一个核物理研究在Mexico 在那个新墨西哥州，后来他去到图书馆去查想看这个这个新墨西哥州到底什么样子发现那个借书卡上全是以前那个教授以前失踪的人，那个看来凡是接过那个信的人都去那图书馆找了一本书所以他到那个曼哈顿办的到那个曼哈顿计划日本基本上快要投降了当时美国炸那个扔核武地，他的目的是要阻止这个苏联红军占领日本这个完全是说基本上在很快日本就要投降了美国为了防止这个苏联去占领日本，就自己先炸了原子弹，把这个日本就是无条件向美国投降了这种就是用他自己参与的这个杀人武器的制造，心里非常不安良心责怪着他。后来他就组织这个好多科学家到全国各地游说，要他以为
只要文人掌握这个核武器，别让军人掌握核武器，这个世界就会安定。他们就游说，最后在国会通过了个法令，就是核武器军事的东西必须是文人去管所以他们以为胜利了。紧跟着他就上研究生去了，到这个University 到那个什么 Chicago 芝加哥大学去学，就进一步深造核武器，就是那个核研究。但是他后来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他那个奖学金呢是美国海军提供的后来他非常失望，发现就是说这个军事这种核武器杀人武器他躲不开。这是1945年1946年了，那时候我爸爸已经到中国来了他呢就他在美国的时候他们相认识，但是呢我看我爸爸看了他，但是他不一定看了我爸爸他们俩是一会儿再说他们俩各有各的说法吧但那时候我妈就说做了下了决心呢，就要一定要离开美国，离开这核研究这个因为核研究离不开军事，所以呢他呢就当时跟那个杨振宁同学杨振宁他们都商量，跟好几个那个同学都商量大伙都不同意，但是也不阻止他离开他呢就最后就离开了美国到中国来经过宋庆龄的这个介绍到了北京，想经过北京到延安去但是呢当时北京还没有解放，去了好几次都出不了国民党的控制地区，然后最后北京解放了，他才跟着那个解放军开卡车到延安去了那我爸爸去延安倒是方便多了，我爸爸那时候在那个就联合国救济中心考察长沙了，考察北京，考察一段时间，他觉得这个国民党的地方啊，真是不是真是腐败的，没有办法。但是他呢，所向往的是去延安，向往的是去延安。他要是想看看这个西行万计所介绍的共产党红军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他到乘坐一个从北京到延安的那个班机，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正在谈判的时候，美国提供的班机一礼拜一趟，他可能坐了最后一趟反正是也不是最后一趟，快到最后一趟，就是内战爆发以前了。到了延安呢，就发现延安虽然是地方是穷没有什么那个大城市，上海啦长沙重庆那些地方的一些大城市高楼大厦没有一些现代化的东西但是那个人们呢有精神面貌，人们的气质完全不一样不像国民党统治期那种腐败那种两极分化延安地区人们的精神面貌是非常高尚的这就是他头一个印象以后呢紧跟着就在这个延安当时有个牛场就在牛场呢当这个技术人员吧，就是养牛。那个牛呢，还是从那个湖中南里边缴械的一批牛正好那个什么国民党进攻延安的时候，我爸爸正好在延安，在要撤退以前中央领导毛主席这个周恩来朱德好几个人都接见这些在延安的一些外国人大鼻子动员他们离开延安有个 Anna Strong 就有一个美国女记者让他走，他不高兴，但他不得不走我爸爸要求留下来他们说好，他就留下来，他就跟着那个牛场的牛就转他们跟当时那个共产党那个毛主席带那个延安的这个红那个八路军呢解放军就跟国民党绕圈绕了一年一月零一个礼拜
啊，这个啊啊，把国民党绕瘦了，绕垮了，最后把他们打败了。啊，我爸爸也经历了这段，他当时他们赶着牛走，哎，牛啊真是愿意走啊，他们赶，但是他们成功的把带着牛啊，保护了一群牛啊。国民党一看啊，那时候真是我爸爸最受啊，最一生中最感动的就是那段时间，就是说啊，陕北的老百姓啊，是啊，他们的耳朵是他们的眼睛啊，国民党到哪都是瞎子。到哪都没有人支持，啊，老百姓支持共产党，支持那个解放军，啊，使得这个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在陕北根本没法儿啊做出任何打不败，反而被共产党给打败了，啊，这就是啊我父母当时在延安，刚去延安的那个经过，啊，他到我妈妈到延安的时候了，我爸爸那时候已经在延安待了很长时间了。啊，他们在延安窑洞结的婚，啊，所以这是啊，他们为什么到了延安，然后在啊以后呢，就是啊，我呢当然是在北京生的，啊，我妈妈到北京来参加一个会，啊，以后呢，最后呢又回到西安去了，我在西安长大，要说陕西话。啊，所以呢，我想再讲一讲啊，这是一个简单一个历史嘛，一个背景啊，就是啊，很多人呢啊不太理解，就是说为什么啊一个啊那两个外国人，美国人在啊美国那么优越的条件啊，为什么啊他们要到中国来，而是要留下来啊？他们呢很多人不太理解啊。很多人把父母当成一种什么一种这个非常高尚的人，什么一个超人，想象不到，就是现在尤其中国人现在人都想不到我西方去，这人这人这在西方干嘛跑中国来，真是啊不太懂。其实啊这个东西啊。我是1974年离开中国到美国去了，在美国待了有30多年吧，去年夏天回来了，所以我有这么个经历以后呢，我比较理解啊，我觉得你看在西方呢，其实西方人呢到第三世界国家去的很多，往往也就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这个传统。啊，西方有个传统，就是这个，尤其是些宗教，为宗教信仰到世界各国去传教的传教士，啊，又是一个传统，啊，还有那些啊，这种比较真诚的这个传教士呢，他们是不怕这个艰苦的，他们为了这个宗教事业呢，他是可以牺牲自己的，啊，他们一般看不起这种就是光。享受个人享受的图这个物质生活的东西，这在西方有这种传统啊。另外一个在西方人呢有一个冒险精神啊，喜欢到野外去啊，喜欢到这个野营啊，甚至是好几个礼拜就在野外生活，把这个变成一个就是锻炼人的性格，锻炼考验人的这个能耐一个机会。啊，这就是属于就是说，在自己的自己的生活有保障的时候，他会寻求这些东西，啊，所以但是呢，我父母啊跟这都不一样，他们又不知道，既不知道中国来要这个传教的，也不是到中国来冒险来的，啊，他们到中国来是因为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吸引着他们。感染他们所以要说起来，要不是中国革命没我一个核物理学家和一个农夫日子不会太长的，所以呢那么就说是什么，中国革命是什么感染他们鼓励着他们这个是
这就是我父亲在延安所看到的人们的精神面貌。啊，这个精神面貌就是当时的一个共产主义理想。啊，在当时啊，党员里边，共产党员里边，他们的行为的指导，他们的行动指责。啊，还有一个就是受鼓舞的是，啊，我妈经常谈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想看一下为什么一个在毛主席领导下，为什么当时的八路军、解放军用小米加步枪可以打败日本的侵略者，打败的国民党反动派，是什么造成这个奇迹？他们就是觉得是这个当时充满理想，他们就是觉得这个一个。重新建立一个新社会，一个社会的新中国的这个可能性，这个新中国呢会铲除一切过去的这个被劳动者压迫和剥削，能把劳动者组织起来，为自己的长远利益而奋斗，通过这种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改造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这样的话。可以对这个就是在人类可以能消灭贫穷，消灭饥饿，消灭战争和阶级压迫这么一个新的社会，这些东西不理他的。所以就说这种当时这个青年人不光是我父母。当时在这个解放战争的时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时候，中国很多大城市的知识青年、知识分子都向往着延安，就奔到延安去。当时一个有理想的、有良心的、有志气、志向的青年人都喜欢到延安参加中国革命，所以呢，这个我父母这个不是一个特殊的，是当时的人的。你要问老一代的一些知识分子里边，很多老革命家，他们过去青年的时候怎么想的这个是一个共同点。那么就说我想起这个来，我就想着这个人们常问什么是幸福，对吧？我父母还写过一篇《什么是幸福》，讲他们在中国的一段经历。这里边想起来是个人的世界观的问题。这个我父亲经常这么讲，就说有的人为了吃饭而活，有的人活着是为了吃饭，有的人呢吃饭是为了活着，目的不一样。就是说这个活着是为吃饭的是光享受的人，对吧？吃饭是为了活着的，是为了干别的东西，就是这个人呢我们这个生活的幸福不幸福除了这个物质上的享受以外，还有很大精神上的影响。我们的幸福不光是物质上的东西，你像在这个西方这个生活水平相对中国来讲是很高的，即便是今天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那么30年前、60年前，那是更大的差别。但是呢，为什么在西方我去美国30多年，我发现很多人呢，生活很不幸福，他没有幸福。尤其在青年人里边，中学生大学生自杀率还是挺高的。这为什么这个物质条件那么丰富？但是人们并没有幸福，我觉得有这么个想法，就说这个你比如说我的两个女儿都在美国生长的，她们从小就没有接受过中国那个农村那个贫困，她们就把这个现代化的生活是习以为常的，所以但是她们对事物的看法不是说咱们现在比那个原始人好多了。咱们现在有吃有穿了，多好啊！他不这么想，他
他考虑到的什么东西呢？他考虑到是人们之间的关系，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一个阶级社会里边，在他们感受到的某个社会里边，有种族歧视、阶级压迫，有犯罪率，有这个人欺负人，在学校里边，就是一个变成了是一伙这一伙人对那一伙人，这个。人们的青年的学生里边，这个思想意识非常混乱，然后都是竞争机制，就是竞争的时候就比看谁更厉害，谁更厉害。所以是这种人对人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很多青年人心里很不高兴。所以呢，我老觉得我这个想法就是说，人呢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我们不跟我们大多数人呢。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边，就说跟别人不接触，我们的幸福与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在我们的环境和其他人的关系上，影响着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情绪，造成有人高兴，或者是沮丧、不好，所以你往往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如果你说小东西来讲，你说你上学的时候有一道题，你开始不会看，就会做了，这很有成功感，对吧？你做个研究生，做出什么东西来，做好了，有成功感。你种种蔬菜，你的务农你打出粮食来，打出蔬菜来，有个成功感。就是成功感呢，是一个成就感，这是也是一个幸福的一部分，还有的人呢，有这个中国说什么助人为乐，助人为乐，为什么助人为乐呢？就说我们就觉得好像是我们要能帮助别人了，我们自己觉得就是心里边就比较平静，就比较高兴，因为我们也会被人家帮助的一天，但是不是为了让人家能帮助我们，我们就高兴，有的时候就是一种说不上的高兴。对吧？所以我说，这里边呢，我再讲讲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的一些经历。我父母呢是我母亲是分子家庭，就他呢对这个劳动人民感情呢不如我爸爸。我爸爸是一个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所以他从小就我们从小他的对我们就要求比较严格。非常反对那任何特殊化，所以呢，我从小也是受的那时候，当时毛泽东时代的时候的教育呢是非常，教育大家的理想，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这个，我上五年级的时候吧，上五年级的时候正好是社教运动，那时候四清运动的时候，我们去有好多阶级教育的展览，对我印象很深。我记得一个老师啊，跟我们讲，说是人呢有两种幸福一种幸福呢是把自己幸福建立在欺压别人身上，另一种幸福是以帮助别人为幸福，就两种不同的幸福观他讲说，有中国说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中国另外一种道德观念，所以呢这种在我自己呢，从小就有很，我记得有一次自己有个比较激烈的思想斗争，就说我这一辈子到底是为我自己服务呢，还是为大家利益服务呢？很小时候就想这个问题，所以这东西人的思想意识形态是一个形成过程，就是不是天生下来是这样子或那样子的。我记得有一次小时候有一次我们小时候，因为我妈妈是一个科学家，她不会当家庭妇女，她不会做饭，她能烧水不烧糊了就不错所以从小呢，我们家里都有个保姆，有个大妈有一次呢，我对着大妈那个做饭我觉得不好吃，我有点情绪，我爸爸特别生气，说好，这是粮票，你到食堂去吃去，让我一礼拜不让回家吃饭。哎呀，
从那以后学会要加入这个做人。然后呢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我还在西安，那时候我家已经搬到北京了，搬到北京，但我呢自己不愿意去北京，我去过北京，我喜欢在农村，喜欢农场。这学校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这个停课了，我就回到农场住去了。我记得另外一个思想斗争过程，这个当时呢，我父母在北京，我一个人在农场里边，没人管我，非常自由，想干什么干什么，我就整天玩。我的同学们呢，小学的同学们，他们都是家里有经济负担，有好多人呢就是割草、喂牛、卖在农场里边挣点钱。然后呢，我玩了那么十多天、20天，烦了，光花花公子光玩没意思了，没人跟我玩。我就想着这不能，这人一生不能这么干。我就找个那个生产队长，我说你给我派活吧。他给我派到老太太组里边去搬玉米去了。我就在这搬玉米，哎呀，那夏天的热呀，搬玉米，但是呢，心里痛快。虽然热，对吧？虽然这个，那个玉米那个叶子，我穿短袖子，那麻的厉害，出着汗，特别疼，是吧？但是一天下来呢，非常高兴。一天下来就非常这个心里非常高兴，所以这个人呢，不光是一个物质东西，还有精神东西，精神东西怎么改变，对吧？所以呢，这是这是一个思想改造的一个过程，对我影响最大的恐怕是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到夏天的时候，10月份吧。夏天的时候，我还在北京。到秋天呢，我就到北京，还在西安。秋天我到北京来了，到北京来了以后呢，当时呢，我当时北京的学校都空了，都是外地学生，都是那个我表姐卡玛，我舅舅的孩子，他呢已经随着那101中学和北大的、清华的一帮学生，步行串联出去了，他们后来十一月份吧。回来一趟，给我们讲讲他们的经历。哎呀，我羡慕死了，我非要跟他们一块儿去，缠着他，后来他同意了。那我爸爸特别支持，我爸给我了粮票，给我了一些一些钱，10块钱吧，多少？我不知道，很少一点儿。当然那时候10块钱值钱，现在不值钱。那时候有人那个月工资才10多块钱，对吧？然后呢，爸给我讲说，那时候才刚14岁，当然你孩子出去总是有危险的，肯定。他说你出去你是可以见世面的一个好机会，所以我就跟着我表姐去步行串联。当时他们这个计划是步行串联，是要从北京走的延安，从延安顺着长征路一直走到井冈山，再走回来，宏伟的计划。但是这个学生的特点就是，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他们走出了没多远，有人就想留下来，有人想继续走，这就分开了。再走一些地方又分开了，到阳泉呢，好多人说老走路没意思，得深入实际。后来就在阳泉煤矿停下来了，所以他在阳泉煤矿待了有几个礼拜，回到北京，所以我跟他坐火车到阳泉煤矿去了。待一会儿，然后呢，就是文化革命到了六七年1月份吧，又让这学生要回去。哎呀，我这一年的计划要走的延续的计划就破灭了，这不好办。我还想走走，我就动员我表姐父母一块儿，起码能走回到北京吧，别坐火车回去。后来他同意了，他和几个同学，我们一共4个人，坐火车到了保定，从保定走回北京，起码我走了一个礼拜。这个经验挺有意思，就是这个文化革命对我影响很厉害，就是当时就发现就是这个人们呢精神面貌真是以后没见到的，就是关心国家大事变了。
讨论，哎呀，这个是一个一个另外一个精神境界的一个时代。所以这里边谈到这个问题，就是人的思想老道理可能不可能，还有就是说这个现在好像就人们就说从这个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是不是现实的东西啊，是从全体利益出发还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啊，这种思想共产主义的这种思想到底现实不现实啊。我就想了想这个我这么多年一直想着这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个人利益什么是以个人利益出发，其实是那个小生产里边的一个特征。小生产什么小生产，就是一家一户农民在农村里边过去，当然除了那个地主制度以外，就说如果都是单干的，各管各的在那种小生产的情况下的话，这个人不畏举天诛地灭是有情可原的。因为你的小生产的话规模很小，你不努力的话会没有生产出东西来。但是在这个社会的大生产工业化以后的社会里边人们的之间呢就是不是各管各的，就有一个互相之间的有协助需要共同努力才能做出东西来。在这种条件下呢，是老板说了算你就跟着打工但是还是一种社会性生产。所以呢就是说这么近30年的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这个人们呢就是往往把对共产主义的那种思想啊批判的很厉害就是这个人性也提出很多是人本性呢就是为自己的所以这个共产主义思想是一个不现实的不可能的。所以呢我呢就有这么些看法，就说这个如果人性本身是自私的话如果这个无产主义化，工农群众大多数向往的是小资产阶级那种搞单干的自由，而不是从无产阶级的全体利益出发的话，那么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呢，是不是只有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才是符合人性的呢？是不是从全体利益出发的共产主义思想，像私有制的捍卫者？那么说是违背了人性呢？面对这几则我一段也不知道怎么去反驳，找出一个有力的反驳。后来我发现在美国30多年，我发现资产阶级并不反对献身精神。你说美国兵到伊拉克打伊拉克，美国兵的士气还是挺高昂，他有很高昂的这个爱国主义精神美国社会里边舆论呢对他支持非常好非常大，但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以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为代价，是和资本主义的个人利益主义不相符的精神，这不是很矛盾吗？你说，人人为己，这是一个天经地义，那么为什么要有爱国主义精神？为什么要献身？所以看来这个资产阶级鼓励的是捍卫私有制的现实精神当他需要老百姓为他利益服务的时候，他就不谈个人主义了，不谈人的个人主义的人性了，相反他却大谈一些勇于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现实英雄主义你说在这个美国这个华盛顿他当时要为自己利益，干嘛带军队去打那个英国的美国的，或者是好多一些美国历史上的一些英雄，所谓的英雄都是牺牲个人的眼前利益的所以就说这资产阶级他也不反对这个献身精神他反对的是捍卫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那种献身精神，反对的是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以被压迫者的权利利益出发的思想。所以说这个人性所谓的人性还是有阶级性的这个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另外一个观察一
一个领牧啊，在美国待了30年，也是个领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啊，只有资产阶级在市场上唯利是图才是公平利益的，其他受他雇佣的，是为他服务的，是政客也好，国家机器的成员也好，都不允许他们唯利是图。如果这些人受雇的人啊，不管是公司雇员，是法庭的法官，还是警察或者军官，如果这些人假公济私、滥用职权，那么他们的行为被认为是腐败的行为，是非法的行为。他要求所有国家机器成员、军人、警察、法官、政客，都不得以个人利益去牺牲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所以那个高薪养廉就是收买这些人的一个办法。但是光用高薪养廉还不行，还有一个职业道德、社会舆论。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他反对的是为他，就说人家雇你干活的，你那就不能另有三心二意的，你就要全心全意的为人家好好干活啊。所以呢，这样想，我就想，如果是资产阶级能用职业道德去约束人，去约束这个法官、政客、军人，都不能以个人利益危害这国家利益，那么凡是以全体利益出发的思想，也是是能够在公有之下，在全民所有之下，在人们的思想上占主导地位。我这个说不光是因为这个实现不了的话，社会主义只能是一个空话，而且我是因为我相信，如果资产阶级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能在老百姓中树立为资产阶级资本效劳的爱国主义和培养职业道德，那么有什么理由怀疑啊，这个无产阶级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不能在老百姓中树立同样的为整体现实的共产主义精神？其实在毛泽东时代，这方面做的是很成功的。当时学习雷锋，有很多英雄人物。当时我在中国工作的时候，大部分老百姓里边，其实还是献身精神还是比较强的。自私自利的那种思想是被藐视的，被看不起的。但是问题关键其实不在是不是能在老百姓中树立以全体利益为出发点的思想，其实根本是干部。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大多数的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能够树立以全体利益为出发点的思想，那么事情好办多了，根子在干部。所以呢，相反的那种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作为一种国策，作为一种指导思想，我认为是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东西，它为干部的腐化变质闯开了门路，为今天腐败那个贪污腐败的泛滥奠定了思想的基础。所以说问题的关键是怎么样去监督领导干部，一个是如何改造人的思想，另一个是如何监督领导干部。就说这个所以说这个这个人性看来是有阶级性的那么但是老百姓里边往往私心非常严重，虽然社会主义是应该是符合大多数劳动人民的长远利益的，但是往往受私心私有观念的影响，他们往往会做出危害自己长远利益的行为或者事情，他们往往会以个人的眼前利益会牺牲他们的长远利益，这个东西我们经常看得到但是你像有人说是把我父母弄得好像非常高尚的人，难道说共产主义者就没有私心了吗？我看是有的，问题不是有没有私心私欲，问题是我们的私心私欲是靠牺牲全体利益来满足呢，
还是靠把它归属于全体利益的一部分，靠水涨船高来满足。你比如说吧，啊，排队买东西，哎，我新疆回来，我觉得好像北京人呢，啊，这个排队的概念还是挺差的，啊，那现在你们坐这个地铁、坐公汽车，一直说先下后上，先下后上，有几个是先下后上？人们都是光考虑自己眼前，都想着赶快去，人家有还有椅子，我赶快把这占了。对吧？啊，所以呢，说这个排队的概念，说有人加塞儿，我要是没有私心，我为什么会在乎人家加塞儿呢？即便我是个旁观者啊，即便我是旁观者，如果中间有人为什么有人加塞儿，我为什么看起来有公愤，就会阻止他？我们为什么要维护排队的秩序，维护正义呢？因为我觉得啊，这是我自己观点，我认为是就排队这个秩序能保障大家每个人的利益，个人利益都能满足。加塞儿的人只有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才能实现他的私利。这就是我们就说为什么便利店啊自私自利啊用以自己的利益来牺牲全军利的人特别那么反感。啊，但是在北京几个公共汽车都知道，想维护排队这个秩序也不容易，越是车少人多越不容易。哎呀，我这是你看我父母是搬到这个从红星从南郊搬到这个昌平，从六二年搬过去了，所以每年我回到中国来，我得从城里边到他们那儿去，我坐那个345成都那个公共汽车，从那个德胜门，哎呀，不知道你们谁坐过345，那是人山人海的抢啊！你要老弱病残，你别想坐那车，别想坐那车，哎，那真是所以车少人多很不容易，开始啊没有强制手段是不行的。一旦大家能够自觉地维护排队的秩序，强制手段就没有必要了。物质条件改善了，车多了，自觉排队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但是人的习惯很难改变。有一次啊，我送一个年轻的中国朋友啊，从美国送他回国来。不知道你们有几个坐过飞机的，在飞机上是对坐如对号如座的，对吧？啊，所以呢，他呢在北京挤惯公共汽车了，啊，他一到那儿一定要挤到前边，头一个上飞机。但他这个不挤在前边，他不舒服。这反映了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啊，私有概念是在物质缺乏下产生的。但它是不会随着物质的丰富而自然的消失。所以呢，社会主义这个全民所有制就像排队一样，也是一种秩序。在社会主义时期，全民所有制在经济上的秩序主要就是按劳分配和从全体利益出发，所有那些按资本、按资格、按地位、按等级、按特权来分配的做法，和以局部利益牺牲全体利益的方法，都是违背这个原则。无产者的个人利益是通过维护这一持续来实现的。当人们还不能自觉地维护全体利益的时候，强制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强制的手段，要我看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允许人们不管是什么样的手段，民主也好暴力也好，去推翻这个无产阶级政权。就是私有制它是不同的秩序，它基本上是以金钱的多少来排队，有钱的不用挤公共汽车，他开自己的车，他不用挂号看病，老大夫到他家去，他不用担心子女的教育，老师到他家去家教。
资产是专政，唯一户籍就是世俗。你没有钱，你得挤公汽车；你治不了病，你上不了学，还只能怪你没本事。你有本事组织人民反对这个制度，还不如为自己谋利呢。因此，不喜欢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是那些私心重的、有本事的精英，而不是老百姓。这是我自己的经历。但是呢，为什么那种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它非常的普遍在老百姓里边可以看到，它和资产阶级思想有什么不同呢？我现在有一个新的领悟啊，在私有制的社会里边，所有等级、所有阶层里边，除了市场和法律的制约以外，只有像个体农民、小业主、小商小贩和自由职业者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可以不受别人的约束，自己当老板，搞单干，想干什么干什么。我今天不想开店了，我就不开了。我损失是我没钱，对吧？我想几点钟开门，我几点钟开门，我的损失是市场上的损失。没有人说你今天不开门把你解雇了，我是老板，没人解雇我，对吧？工人就打工人不能那么随便，就不说了，连大财团的总裁也不可以想干啥就干啥，搞单干，他们受董事会和其他合资者的约束，他们要向股民负责，办事要和别人合作，要协商，要谈判，要讨价还价。所以说只有小资产阶级最自由，除了看不见的手制约以外，他想干啥就干啥。所以这种搞单干的自由主义思想是小资产思想的一个根本特点，它是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的一个表现私有制的一个反面但是除了这个小资产的小商小贩的搞单干的小部分人打工的工人阶级干不了这种，大资本，你像Bill Gates， 盖茨是吧？他也不能想干什么干什么，那好多投资者，整个公司都靠他，他必须跟别人协商的，他必须受别人的制约的，小资产阶级是不受别人的制约的，所以在这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干扰下啊，无产阶级的民主啊，不一定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以我说我觉得这个民主啊，以后有机会咱们再可以多谈谈民主概念。不过我觉得是说这个民主啊，不是一个最高的标准这个哪个阶级掌权是最高的标准？我们就向往民主，但是呢，你想想啊，如果我们的指导思想，大部分人的指导思想是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那么我们民主选出来的政府也只能是资产阶级。所以在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民主本身并不一定能巩固无产专政。比如说文化革命中人民群众在大民主中表现出来的派系问题，我想就和这种思想有个直接联系。就为什么当时在人民内部往往人们不能少数服从多数，局部利益不愿意服从全局利益，很多人往往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喜欢拉山头，喜欢当老板，喜欢自己说了算，不愿意受组织的约束。在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群众中反映出来的民心往往代表了他们的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往往是他们的长远利益必须要处的。所以呢这个人的这个思想世界观的改造是一个长期的东西。这思想的世界观的改造不是像上学啊学数理化，你读几本书上几节课经过一段试习就完了。世界观的改造是我觉得不能在课堂上实习完成。人的思想改造主要要来源于生产斗争、科学实践和阶级斗争这个实践里边，来源于自己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人们对
自然科学的接受是比较容易的。你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还是三，从实践中是很容易验证出来的。社会科学就不一样，我们的个人利益影响了我们对它真理的接受。比如说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好呢，还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好？哪有客观真理？哪有客观标准啊？啊，这种脱离阶级和阶级斗争现实，讲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啊是很不科学的。因为这个每人阶级社会，我们住在阶级社会，阶级社会人有立场的，人有利害关系的。所以呢，从不同阶级的角度看问题，结论会截然不一样。你说长征这个实践证明了什么东西？证明了国民党不能，证明了蒋介石笨，证明了共产党在毛主席领导下能克服那些困难。这不同同一件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结论，这是很自然的。所以呢，就说在这个在所以就说我父母呢是在这种在这个在毛泽东时代看着中国这个社会在参与中国这个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的这种三大革命里边他们呢就是觉得他一辈子里边特别值得。就说我爸爸讲他是参与了这个目睹了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参与了中国的革命，然后又是参与了中国的文化革命，这三个大人类历史上个世纪上最三大最重要的三件事他全参与了。所以呢他觉得这个非常值得，非常有意义，他是一点都不后悔，他是非常荣幸他能参与到这么一场改变人类这个实践里边是非常荣幸的。我妈妈同样就是觉得是这个离开了美国那种就是个人奋斗参与到中国革命的当时那个延安那种精神，就是为全体利益出发，为解放全人类的那种出发点来去办事，而不是为个人的利益，为个人的小山头，为个人那个勾心斗角，为个人的这个小利益去操心。他们觉得这个在中国是非常有利的一生，所以呢，他们这一生对我的也有点影响，但是主要我的影响还是在中国成长，吃的是中国的饭，喝的是中国的水，虽然中国人讲说那个水土啊，说那个认为水土能改变人，我上初中的时候。刚去初中的西安中学，刚去的时候，同学们都围着看着我，我上这上课的时候呢，那个窗上都是一帮学生，哎呀，可别扭了。一年以后，文化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同学就告诉我，哎呀，这水土真管用，你现在鼻子不像以前高了，你不像以前那么圆了。所以这个这人的观念的改变啊，是一个长期的是每个人的经历，同样的经历，人会走不同的道路，这个道路是自己选择的，这个环境是一个环境，环境有的环境，有人在同样的环境，不同的人在同样的环境会选择不同的道路，咱们自己选什么道路，是自己做决定的，不能全部归环境，但是呢，环境会对我们也有大的影响，没有中国的环境，没有中国的革命。没有我，没有中国的革命啊，也没有我父母他们的思想境界，他们的思想方法我呢当然人呢总是需要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育，也是没有这个没有中国近30年的这个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啊，也看不到毛泽东伟大，所以毛泽东这个人呢是离我们越远越伟大。就讲这么多吧，提问题好了。